猫是怎么睡觉的？文茂贵，职业兽医师，猫科专科医生。有的猫咪的睡姿一般就是蜷着身体睡觉，一只耳朵紧贴地面。因为猫本来是比较警觉的动物，可通过一只耳朵倾听四周的脚步声，而且它们不会熟睡，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醒来。但是现在家养的宠物猫因为长期生活在安逸的环境，警觉性大多减少了许多，所以它们的睡姿都是怎么舒适怎么来。通常会有以下睡姿，紧紧缩成一团睡觉，常见于冬季，蜷缩着四肢趴着睡觉，表明有一定的防备心，四只脚朝天，侧卧四肢伸展状态，并把肚子露在外面睡觉，常见于夏季。另外，有的猫咪睡觉时也会有许多的小动作，如四肢抽动，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，都属于正常现象。